一辆黑色轿车急速倒退撸前方多名远警，警追不舍。轿车先是擦撞女警，再撞倒碾过路边机车，接着又在马路上蛇形整辆车瞬间失控，车尾猛力撞上路旁轿车才停下。接下来驾驶见状纷纷闪避，支援警力对着轿车连开两枪。嫌犯立刻踩油门加速，扬长而去。这起事件发生在17号晚间6点多，进入警方在执行勤务时于文横路国三桥下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悬挂失窃车牌，远警准备上前盘查车上三名嫌犯，心虚拒捕。倒车冲撞女警后踩油门逃逸，幸好被撞女警送医没有生命大碍。该自小客车规避拦查，肇事冲撞到远警。 后续送医诊治，减轻微的挫伤，未遂弃车逃逸，检视之内遗留有疑似毒品。 警方沿路调阅监视器，发现三名嫌犯弃车逃逸。下车后，三人分别往不同方向拔腿狂奔，目前已经锁定犯嫌，全力追缉。记者何孟谦、谢淑雅新竹报道。 推荐大家这一台旺旺的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3分钟哦，它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你只要1瓶的电解液，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要去哪里买呢？上快点购的网站就可以买到了。